欢迎收看《未来生活提案》，我是科技外贸协会的阿山。我现在心情非常的雀跃，有在接触摄影的大家一定知道可乐标。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呢，就是 Leica Solfor 2， Leica 拍立得，好可爱的。这一台一推出呢，大家吵得沸沸扬扬。就在大家以为莱卡放弃拍立得这条路的时候，暌违三年终于推出了第二代。那莱卡的 Solfor 2呢，也是为科技外貌协会迎来颜值的巅峰。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莱卡在摄影的地位举足轻重，可是大家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莱卡相机？我们连线给资深科技宅懒猫来告诉我们。大家好，我是资深科技宅懒猫。就像刚刚阿山讲的，莱卡的确有历史地位，但是有历史地位也是有它的原因的。首先，它的技术面其实在过去底片机的时代啊，是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它的光学技术、它的制造工艺也是为人所津津乐道。尤其它的耐用性非常好，而且又小巧好携带，所以在二战的时期啊，其实就成为很多战地记者的最佳选择。到了现在数位的时代呢，莱卡现在已经成为了精品相机的代名词。那莱卡拍出来的照片呢，大家都说有莱味或是德味，这就是来自德国光学工艺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就是特别浓郁但是又细腻的成像画面，带给大家非常有想象空间、故事感。那我们把镜头交还给就在那边的阿山。没错，就像懒猫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莱卡它就是有这么些大家很喜欢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第二代的莱卡拍立得，它到底提供了哪些拍照功能，跟它拍出来效果到底如何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带大家来看看它的外观配置如何。我们直接从正面来看好了，上面这一排的最右边过来呢，这个就是闪光灯，然后旁边这颗长椭圆，你充电的时候它亮起红色的灯号。那在旁边这个圆圈圈，就是它有设置另外一个自拍的快门。那接下来中间这个镜子，就是我们自拍的时候可以看自己位置在哪里的反光镜。再来旁边就是它经典的莱卡 logo 标志啊，在最右边就是这一台你的型号。那它镜头盖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它是设计成磁吸式的，所以还蛮容易就可以扣上去，就 logo 摆正，它就直接位置是对的。那在相机的左下角这边就是相机的开关电源，它是设计成圆形拨杆的，然后它会有一个很可爱的音效，超 cute。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上面这个，就是胶片效果转盘，它总共提供了十种不同的效果。那除了有十种胶片效果之外，它也提供了光学效果，就是透过旋转镜头这边就有十种可以变换。那在旁边这个有个黑色的小小按钮，如果你已经设置了胶片的不同形式，这个就是可以一键回到最初始的设定。我觉得这个非常方便，就是你不用再转来转去这样子。那在上侧的最后一个按钮就是拍照的快门。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相机的底部呢有一个四分之一的螺旋孔，所以它是可以架脚架的哦。定时拍摄的话，大家想要一起入镜就完全没问题。那这边呢还有一个细胶的孔盖，这个打开之后里面是 Type C 的充电口，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microSD的记忆卡扩充。这台莱卡拍立得它内建的记忆体是可以存到45张，那你如果再接一张 1GB 的记忆卡，大概可以存到850张，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够用的。那最后就来到我们萤幕这个区块啦，在最上方有一行字，就是告诉你这就是德国莱卡设计的。那它上面有一个拨杆，在要列印相机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仪式感，拨一下相机就会从这边列印出来。那它装相机的方式非常简单，在这块3寸萤幕的上方有一个小拨杆，只要把这个往右推就打开了，所以就可以把底片装在这里面。基本上莱卡 Solfor 2的外观就是长这样子啦，超级可爱的，就是非常设计简约，正宗莱卡红色。前面其实是设计成镜面的，后面机身的地方都是雾面的，整体非常有质感。然后其实它前面这个镜面我自己测试啊，不会太留指纹，所以手汗狂魔也不用担心，可以好好的使用这台相机。工商时间。嗨，大家，阿山来背后看喽！现在赶快跟着我，拿起你的手机，点开三创生活的 App， 看看里面还剩下多少点数呢？在年底，我们心意满点，准备了不同的礼物可以让大家兑换哦。如果你有2000点以上的朋友，可以兑换以下3项礼物，包含 Google Chromecast。Doobidoo 的备份充电头，还有英国熊的户外野炊组。那如果你有1200点，可以兑换 iGrace 的多功能烘鞋机，或是30公升的英国熊木纹桌折叠收纳箱。那如果你有800点，可以兑换怪兽英雄的盲盒公仔，或是手机挂绳，还有英国熊伸缩露营灯风扇。最后也提供400点，可以兑换出气不倒翁，或是英国熊法兰绒毯哦。超多好礼等着你带回家。如果还有2022年还没用完的点数，赶快持相对应的点数到3创2楼的顾客服务中心兑换，数量有限，兑完为止哦。
看完外观之后，就要来带大家看看徕卡 Solfer 2它有哪一些内建的效果。因为它的底片用的跟 Fuji Instax Mini 是一样的，通用的，所以它按钮的地方就设计成直拍式的，方便你操作。这边有四个按钮，那些三键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拍照模式不是可以选胶片的效果跟光学的效果吗？可能喜欢的效果是蓝色，然后我喜欢用模糊的模式，那我把它存起来，我就按一下 FN 键，保存收藏。然后就可以按 OK， 它就会帮你保存这个效果，所以你以后就不用再重新调一次。你要从这边去打开你的收藏夹，就可以看到你常用的模式有哪一些。那旁边这个 Play 键呢，就是你拍完照片之后，你想要浏览，就可以按 Play 键，按左右就可以看到你刚刚拍的照片有哪一些。那接下来这个 Back 键，它就可以看到你目前整个设置的效果，点选这个你就可以一目了然。接下来到最右边的 Menu 键。Menu 键按进去其实可以设置蛮多东西的，第一个是我很喜欢的日期印章，你拍完照片之后它就会在下面盖一个日期戳章，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张是哪一天拍的。然后再来就是音量的部分，开关机都有声音嘛，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如果你喜欢那种声音带来的仪式感，就可以开大声一点。那其实这个 Menu 它还有另外一个操作的模式，就是例如说你按 Play 去看你刚拍的照片的时候，你按 Menu 也可以去设置你这张照片，就例如说你想要这张照片旋转，那它也可以把它裁切。它里面也可以调打印模式，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你就可以去选择再浓郁一点的感觉，还是你喜欢比较自然的感觉。那另外也有打印亮度，有正常明亮跟非常明亮。好，那就是这以上四个按钮功能列可以带来的效果。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实拍环节咯。开拍之前告诉你几个小技巧，很需要。在我们刚刚 menu 键不是有个圆盘吗？然后你只要按它左右就可以调节曝光补偿，然后它还可以定时自拍，它也可以开闪光灯，可以自动侦测或者是一直开着或者是关掉。再来就是它还有微距的效果，十公分的距离哦，十公分很近的。除了自动白平衡的模式之外，它还提供了日光、晴天、阴天，然后人造光、荧光灯。所以待会呢，我们就利用这几个模式可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子。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在东门金华街上一个非常漂亮的日式老建筑，荣景时光园区。没错，这里非常漂亮，就是以前的日本宿舍。大家如果假日找不到地方拍照，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因为可以拍出那怀旧的感觉。怎么拍怎么美啊！那我们待会就在这个园区里面取景，最后再印出来给大家看喽。那这次我们使用的底片呢，是徕卡它特别出的金色框的底片，超级可爱的。虽然说跟富士是通用的，可是用这个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来拍。那我现在就把它装上去。好，那我就走到这边打开，然后黄色对黄色，然后把它盖起来，它就会自己把第一张图出来了，不用手动哦。好，就开始拍吧。现在不是都有半格相机吗？我觉得那很可爱，所以就可以用这个模式来拍。前面有那个很可爱的日本灯笼，这样看得清楚猫咪的脸。听说是超好吃的九州松饼。松树，因为他下来问童子，松下来问，他就问青天，是这样。你看很。我在讲话。OK， 我拍到一个阿三惊讶的脸，而且是重铺啊。我还是一个镜像，那这个石墙我觉得也蛮有味道的。OK， 啊，这个好。你帮我在这个台阶好了，然后我帮你从抓一个低角度。耶、yeah, ，结束拍摄了，拍得意犹未尽，超级好玩。那你在实际取景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像这种类型的拍摄，它是一个小的简便的数位相机，然后我会担心这样的操作反应会比较慢、可是刚刚操作起来其实还蛮流畅。对，它蛮灵敏的。然后我也蛮意外它的每一个效果的搭配出来的感觉，其实不会给你一个廉价的感觉，不愧是徕卡。那它到底有没有徕卡的味呢？我们现在就实际把它洗出来，一人选三张。刚刚其实有问阿三说，是不是里面的档案都能够拿得出来？他要你有印出来的照片，数位档案才可以。传到手机的 app 里面。我要洗的话是播这个，对不对？我要播了。好，三二播。它会有一个出片动画哦，超可爱的。哦，紧张。超可爱的出片动画。有。好，换我。然后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它印的时候可以选择打印模式，有自然跟强化。原来是这样。那我刚刚印的是强化的，它会让颜色更浓郁一
点。了解。那我现在整自然打印的亮度，我就调1.5倍好了。那我刚刚挑的第一张呢，就是阿山在台阶上的，这样我就利用28mm 比较广角的方式拍出一个复古味道的街拍感。然后我是用柔焦，所以有点梦幻感。另外一张就是阿山在墙边的照片，然后这张我是用镜像的效果，对，它刚好有一种对称的几何构图的感觉。最后一张我选择就是重复的感觉，我觉得它重复的效果是很好的。如果前后两张照片它是可以在主题上面是互相呼应的话，那我觉得效果就不错。这三张照片给我的感觉就是洗出来的相片的画质其实细腻度是很好的。其实有一点让我惊讶，因为我过去对于拍立的感觉就是它拍出来会更像是玩具相机，对，会有点糊糊。对，但是 SOFORT 二代拍出来的成像效果，我觉得细腻度跟它的颜色给我更高级的相机的感觉。接下来换我的，我先看我这张黑白的，我这张选的模式是单色，然后跟漏光的光学效果，我自己觉得很好看，因为我觉得莱卡它的黑白的氛围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就是它是一种温暖的，不是很锐利的那一种黑白。對對對對對，像今天是这种日式建筑，我觉得蛮适合的。那另外一张是我用半格相机拍的，可是我发现，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有调明亮，然后它有点灰灰的感觉，就对比度比较没有这么高，有点刷白的味道，但也是蛮可爱的啦。然后最后一个是鱼眼。太明亮的我，所以其实我觉得明亮，你可能白天基本上这一台莱卡 SOFORT 2都不用再加亮，然后是晚上的话，我觉得洗的话再加亮就好了。因为我晚上也有跟朋友出去，然后也可以给大家看几张 sample， 我自己觉得晚上拍它的效果也很不错，就不会有整个噪点很多的那种感觉。最后要跟大家说，我们刚前面其实有提到照片你洗出来的是可以传到手机里面的，所以你就下载这个莱卡 Photos， 然后大家要注意，目前这个 app 没有支援繁体中文，所以如果你手机里面设定的语言，你第二个偏好的语言是日语或是韩语，它就会直接跳成那个语言。装好 app 之后，你就可以跟相机做连接。它的 app 就是莱卡其他的系列相机也是用这个 app。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莱卡对这一台 SOFORT 2是认真。连到了。很好连欸，它速度蛮快的，它的反应好快，我有点吓到。真的吗？对，因为一般就是相机厂商做的 app 都很难用。因为它这一台也可以当作打印机，所以手机里面的照片你就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点选，然后可以印出来。它比较特别的是，手机里面的照片它没有办法在里面调色，你就是要直接印出来。了解。可是你传输进来的照片，你可以再去做后置。不过它的后置是转过去 Lightroom 的 app 里面做后置。OK。有一点就是仪式感。那这次Leica SOFORT 2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是，因为它出了一些周边商品，我觉得超级可爱的。这个小铁盒它就是有盒中盒的概念。一个大铁盒之后，里面还有一个小铁盒，铁盒里面它附了一个小绒布袋，拍好的底片就是可以装在里面。它在这个盒子的底部就特别写了 Your Memories，所以就是可以收藏你的记忆的小盒子。然后另外我觉得更可爱，这是根本是文具大礼包，它还出了一个铅笔盒，有两支签字笔，因为拍立得不是很常在上面就是画画啊，或是写日期写一些字，还有签字笔的笔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让这一台拍立得更有收藏的价值。好，那今天整体这样体验下来啊，你会想买吗？它的售价是台币13000块。13000哦，如果以莱卡来说，当然是最平价的。对，这个不算什么，但是以拍立得来说，我还是会有兴趣。哦，真的吗？怎么说？对，它的手感的确是数一数二，没错。然后它整体的造型我也很喜欢。那再来就是刚刚的每一个使用体验，的确都给我蛮扎实的感觉。从它的效果、它操作的反应，都不会给我廉价的玩具感。所以的确，我觉得它是有它卖贵的理由。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功能差不多，那需要花到这么多钱买它吗？我觉得相机就是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是不是激发你的灵感，让你想要去做更多的创作或是记录，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台相机的确是有鼓舞的作用， okay. 用它有点爽，有点开心。虽然是拍立得，可是像我们刚刚在看照片的时候也觉得，因为它镜头的关系也是莱卡自己的，然后底片的处理真的有莱卡味，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对拍立得很有兴趣的人，想要接触莱卡相机的人，这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今天的内容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哦。好，今天节目就大概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